大家好，我是 Natalie， 欢迎你来到基督恩典中心，很高兴您在我们当中。现在我为您报告教会最新的活动。想要更容易且有更有趣的向人传福音吗？在3月14日，教会将举办1分钟布道法研讨会，是由 Stephen Ong 牧师教导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可向人分享的故事，那你愿意学习分享吗？别犹豫了，快报名吧！同时，你也能够透过教会网站报名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获取这张单张了吗？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亲朋戚友一起出席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，能够向他们传福音。当天有著名的马来西亚艺人可晴会在我们当中分享，不要错过哦。神召会祷告使命团正在推广21天的禁食与祷告，从3月22日开始，专注于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新以及我们的国家。今年的主题是新的季节、新的热忱、新的意向。祷告手册能够成为你21天的祷告指引，您可以在散会后到书摊购买。我的报告就到这里，请记得关注教会的社交媒体或浏览教会的网站，获取更多的资讯。